谢谢。可恶的小弟昨天竟然把我关起来了，还放保镖在外面看管，还好我聪明，最后还是逃出来了。现在就是我报复的时间了，这臭老弟还真重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搬到这里来，差点就累死我小某人了。小弟快醒醒快醒醒，谁在吵我睡觉啊？这是哪里啊？我不是在床上睡觉的吗？怎么跑到这里来？下面还有这么多岩浆，看来是在做梦，再睡回好了。臭小弟，看你这么喜欢睡觉，那就试试机关的厉害吧。啊，好痛啊！怎么回事？做梦什么时候也会痛啊？难道这都是真的？哎，小弟，你终于醒啦！而且这当然是真的啊！你姐姐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你弄到这里来的哦。而且这里四周都是空气墙，除非打开机械臂，不然你是永远逃不出去的。姐姐你怎么逃出来了？而且还把我困在这里？姐姐你就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调皮捣蛋了，以后你让我向东绝不会去西。不信不信，小老弟你就乖乖的待在这里吧，姐姐就不放保镖这些监视你了，有本事你就逃出来吧。现在姐姐有点困了，先回去睡一会，希望睡醒之后你能逃出去。姐姐你就先多睡一会，不过那牢笼这么结实，姐姐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不过姐姐能逃出去我也行，这里怎么都是空气方块啊，而且空气方块还那么高，就算用坐骑也过不去。姐姐你快醒醒，我知道错了，快放我出去。小弟你吵什么，再吵就困多一个星期。姐姐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放我出去吧，我保证不会再打扰你睡觉了，而且这里的床都没装，肯定睡不舒服，还是放我出去回去睡觉吧。你记住你说的话哦，机械臂已经打开了，你快过来。小弟拜拜。救命啊，好烫好痛，姐姐你不是要放过我的吗？怎么还把机械臂关了？你把我弄进岩浆一次，这次就扯平了，以后你再敢捣蛋，姐姐可是有很多办法治理你的，快过来吧。姐姐你能离开我远点吗？臭小老弟叫你过来就过来啦，偏要我小某人用喷射钩爪抓你过来，走喽。